OK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了，我们的简短访问哈。坐在我这边旁边这位靓仔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 Alex 阿伟，Alex 啊，啊。在新加坡做杂菜饭，哦，OK，在新加坡多久了，阿伟？应该是有差不多10年了，10年的时间哦，哈。OK，这样阿伟是接触我们的什么产品哦？喜乳许多。多啊，这样我们就讲回介绍他许多的人啦。我们就交给燕青接棒来访问一下，他为什么会使用雪绒套Hello，大家下午好啊！我们现在在古莱，这是其实是我表哥的儿子来的，算侄儿啦。然后他就有一天看到我的 post，他就突然间来主动来联系我，他就问我啊，阿姑你卖什么样子哦？啊，许罗多是什么？我就讲解给他听咯。他讲他有鼻子敏感，跟我就纯粹的分享给他知道。然后他知道了，他就很爽快哦，就跟我买一盒，金辉也买一盒。那你知道金辉也买一盒了，我就有在问他。他就讲吃了很好哦，来怎样好啊？来 Y 来你讲，我吃了啊，大没有测概，之前是讲的没有测之前啊，是没有讲，讲许多多之是前是讲一的。个星期至少有2到3天是鼻子敏感或者流鼻水感冒哦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嘞？你的鼻子敏感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其实认哦，识我的人都懂啊。困扰你很多年了哦，哦，对呀、很久了的问题哦。哦，像你早上起来你会怎么样的心灯还是下午还是什么时候发就生的？是早上一起来，鼻子一痒就是完蛋了，就哇是到放工回家。哦，通常都是会一天，一整天都啊，鼻子一敏整感。天都是鼻子敏感，然后你的第鼻二子天敏就感不是会。你一直要去戳它，还是啊，不对舒哦，服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鼻子里面很痒哦，就是很想哦，鼻戳子里它面很痒，很想哦，戳，所以他又要做工，所以这个问题又带着去他工作的地方，会不会造成对你是一个困扰来的？你觉得？其实因为我们做吃嘛，客人看到会比较不好哦，其实。哦，对哦，他是做厨师的，所以要很注意卫生。所以通常都是我是不在前面的，我生病的话，我都是在后面。但是后来你缘分之下接触了牛骨骨，然后接触了许乳豆，OK，我们就从你开始怎么样用许乳豆，好吗？你许一乳豆，天几包那对，怎么时？样吃？我们的许乳豆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维生素，它是这样的，OK，一小包一小包的，OK，我们来问一下阿维，他是怎样吃？我都是早晚一包哦，大概吃了一个星期就。感觉是没有，就是没有再伤风感冒了，有也是一下子而已，不久。没有像以前这样啦，好像现在来讲，我刚刚拿嘛，我已经差不多有1个月没有吃了，对吗？你买一盒已经玩很久了啊，咯，对呀，我1个月没有吃了，但是我是还是会有鼻子不舒服，就是也不会太久，早上起来到上班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就是我7点半出门的时候到。9点到档口，我就没有那个感觉，不会讲鼻子痒，会想打气那种，不会有。你看，帮他身体的那个数字都提高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免疫系统的维生素真好，尤其是现在你还要出来回新加坡啊，去对工呀，作，现在可能玩的协和很严重，所以保护自己真的很重要。过后你再用了这个许多多，你用的量你怎样用？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你怎样吃法？吃几包一天？我一天啊，早晚各一包。早晚各一包，哦，吃了2个礼拜，2个礼拜，对吗？对，立刻看到没有了，是吗？所以你觉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！谢谢你旁边这位姑姑不用吗？我每天一直搓那个鼻子，搓到红红的那不个鼻要子，像小丑这样鼻子红哦，红。然后现在你所觉以你看你吃到这样好，你会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吗？会。你觉得你看到旁边有这样子的人哦，有跟你一样症状哦，可能也面对你这样子的问题，又不懂要怎么样解决哦，又不懂要去哪里找方法的人，你有些什么可以建议他们吗？可以跟他们讲，哦，可以跟他们讲啊，尝试吃这个东西哦，吃对，这个喜乳多，帮助人，我们这哦，个事业是在帮助人，对，你不吃你就不懂，对呀，没有试就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啊，那那时现候在你吃没有玩爽玩，快哦，反而是爽快了哦。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帮助，看，所以你看，所以你看，吃只是爽一快盒，了诶，只是一盒而已，就帮到你了，所对，以你开心，因为讲真的讲，开心。其实可能我是觉得是遗传啊。但是我就只是，其实是正确来讲，我是抱抱玩玩的心态来吃的。其实那你知道，真的是吃好了，就是不会像以前这样一直打气，一直打气。所以真的是今天很开心，可以来到这边古莱这个地方，我还没有来过，然后可以见到阿维啊，然后哦，燕青还是
差不多多少年没有见了的？二十年了、啊，二十年没有见了。二十年没有见到这个智娥，你看长这么高了，高过我了嘞。真的是真的是这个事业，帮到我找回很多以前不认识、以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亲戚。你看，真的大家要尝试咯，还有什么询问你们想要了解的，可以来问我们。找阿 Y， 在新加坡可以找阿 Y 呀、在新加坡朋友阿 Y 的朋友找阿 Y 了、如果还有工作的，对， 就这样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拜拜。